重磅介绍，超过1500部经典好戏已经在 YouTube 粤语长篇频道上架啦，仲快啲入嚟睇！记住揿埋右手边个钟仔，咁我哋一有新片就会马上通知你噶啦。有事啦，咪飞着过河啊！吓、啊。
咩飛象過河啊？咁點得啊？只大笨象點行得啊？好似咁咪亂龍咯喎！我都冇幾下啦，冇幾下你係輸啫。點回事啊？頭先又夠講明舉手不回，點解你又唔算啊？哦，咁咪好笑又。你哋咁嘈做咩？你哋做咩咁嘈啊？咩？阿桑代同阿广明捉棋喺度嘈啫嘛，佢飞象过河都有喎，佢好艰难啊，是艰难。大哥啊，吓，有件好紧要嘅事揾你啊，咩事啊？大哥，咩上国千金史锦平，平山堂内做擂台主啊，佢相貌生来真艳美，超群武艺都气煞苏眉。大哥啊，你不妨去睇一次。欣賞下你個武功容貌，真係可人兒。我心中老恨平山圖，參觀擂台無興趣。又唔係啦，我哋不妨去趁下熱鬧，睇下台子嘅武藝點神奇，都好啊嘛。嗰、那個史錦平啊，就為奸相女，我生平憤恨史同啊基，他和國啊殃民孰可比？玉牙網羅英雄豪傑，作歹為非，利用個女兒為鄉啊里。何必甘为鹰牙怕犬都受佢所辱？大哥，佢父女不达同啊心，锦平持正气，二星仲持远近。大哥莫错怪好啊，我未系啦。阿文亮佢讲得啱。我赞成你去一次啦，知己啊莫知彼，有我的呀皮儿。哦，既然你哋要参观，我李广就只有系同意。打无畏，我一心到来与你共。
人啊叫真，我对你有情，所以非常谨慎。催花若用辣酒，我心里就确不忍。有本领就放马过嚟啦！你敢与姑娘比武艺，一片诚意爱玉人。你去阎罗王道接讲啦！你真系个武情，鬼同你有情啊！乜你赖真噶？我同你玩下噶咋？鬼同你玩啊！我讲打噶啦，你又点打到我哋萧英馆嗰啲人呢？咪话男人虾女人啦，我让下你啦。你又点叻法啦？你又即系我咁衰啊！我以为让下佢啦，点解咁唔客气嘅？等我嚟。喂，好，等我去。请留步。有咩贵干啊？请你跟我哋翻去相府见我哋相爷。咩事啊？你跟我哋翻去，你就知噶啦。小人有事不能奉陪。喂，咪行住。究竟咩事啊？相爷有命，你打赢咗擂台就要跟我哋翻去见佢。你唔想做官咩？哈，我无心功名，你唔好勉强啦。喂，你一定要跟我哋翻去噶噃。唔去点啊？哎，人嚟，好啊！
部位客气，随便坐坐坐。我介绍你识，一位徐文亮，绰号玉美人；一位就张谷，混名半之梅，广名桑代。呢一位就是云碧人，大家都是我的贤弟嚟嘅。素养，素养。啊，楚兄，你两位认识噶嘛？唔系。唔系，我觉得佢好热善。或者见过下面啦。唔止见过下啦，直头好熟面口啦。啊，我介绍你识，一位就武官温楚云，我表妹钱琼珠。钱小姐，何公子。喂，清茶清茶。明，你舅父是否当朝一大宾啊？狄仁兄，何来此问？你是何居心呢？哦，我想你家世言明，研究下你嘅身份啫嘛。哦，莫非兄台有意与我撮合冤盟？咁啊，只要身世光明，比较婚姻更要近喎。
我自幼相忘父母，孑然一你身。吓、啊，唔系啩？切，究竟乜嘢事情？你又苦苦向人来追问啦、啊？吓、啊，我本来都唔想问嘅，而家都要问，问一句楚云卿你咩呢？你系男人啊，抑或系女人？你咁问我系咩意思啊？阿夏冇，如果你系女人咯，即系我个妹咧，咁你又好应该同埋我翻去安慰下我哋病紧个阿妈啊嘛。你都唔知道几惨，我阿妈而家病到硬到啲，我为私益你，你我个妹咯。唉，可惜我系男人啊。哦，如果你真系男人，咁我就真系失望啦。不过你唔似个男人啩？问人有乜好意思呢？大哥，你唔好怪逼人啦，我忍认啊。多谢，逼人啊！人有相似都物有相同，楚云卿都经已否认，咁咪即系唔系呢？哦，如果我揾翻我妹啊，你大家都有喜酒饮。点解咧？哦，因为我个妹至少系同阿大分噶嘛，咁如果揾翻佢，即系揾翻我个妹咧，咁咪即刻可以同阿大哥成亲，咁啊大家有喜酒饮啦。高二龙，我当树儿。
道歉。快点，去了吧。去了。可云卿，将到三更，点解楚卿你未啊曾问？我休憩与寡人，稍舒门衬。为何你在一边有几点泪夜因？哦，老难相衬，讲卿竟当是泪痕。哦，花音索风林啊年。夜里多相寻，楚卿不约回房里，趁早些安寝呢。讲卿儿忠厚待人，怎敢动楚云？我李广敬阿仲阿兄，略表我热心。大哥，我希望你不要以个兄字来叫我了。咁点样称呼你啊？抑或叫老弟，抑或你可以叫左云啦。叫你做阿云啊，云云云，有啊什么多多女仔叫做阿云，佢哋更相机啊笑你系女人。原来你呀、啊、是女人呢？讲阿兄啊，你竟作弄人？唔系，我并冇坏啊，而啊你是红啊粉。我冇判案，明啊声啊是楚云。我太过胡云。情阿父是叫名，是合理，你应该叫阿云。若果我是红啊，就是你的。是我的？是我的什么？什么你这么傻的？云碧人是你未婚大舅。如果我是女人，就是她的妹。你说我是你哪个？云碧人啊，啊，那就是我的未婚妻。那你是？不是不是，云碧人的妹就是我未婚妻而已。你是武官安楚云，是我的兄弟来的，不拉筋。是的，你说得对。好夜啦，潮流已报三更火，婴儿早睡养精神呢。紧要，我生平习惯夜眠，知己谈心当费寻。古人浅竹乱创成佳话。良朋今夜可同寝？吓，乱创共话？系啊，本来好嘅，不过点啊？而家太夜啦，有咩听日自倾啦。早唞啊！哦，早啲唞，早啲唞。
丁爷，永顺皇叔花甲荣寿，请主上对功臣嘉奖，下旨祝千秋啊！主上，微臣何德何能，丞相的褒扬未敢接受，自问君恩未报，自觉惭羞啊！皇叔。四海庆星平，应为功臣来祝寿。皇叔为民和为国，乌家铭金在心头。前如吉日放花灯，文武百官同赐也奏。皆是范卿与皇帝，随乌皇甫祝寿，罢公阿酬。成功封你九千岁呢？哦，微臣啊，谢恩先叩头。唔使唔使，人马配备又如何啊？哦，有晒好帮手啦，温温遭擒捕，朝上都唔使忧啊。开国大功臣，为王要回府走啦。本月十六日。微臣保驾就上龙楼啊！佢呀，点解呢？唔通我讲错说话？冇啊，唉，真系难测女儿心。公子，饮咗佢啦。咦，
又饮咩嚟噶？水嚟咯。水咩水啊？梗系清水啦，唔通污糟水咩？点解要我饮啊？你话过有情饮水饱啊嘛，咁我咪试下你睇你系咪有情呢？哦，好好，饮饮饮。嗱，饮一碗就好啦。如果再饮，我个肚就胀，变咗冇情噶啦。咁你高兴啦。掂佢哋个个私言，我都系女人。我暂时应承同佢订婚，免得佢哋个个私言我都好啊。好，难得你不以我为言。正所谓你有情，我有义，我就应你嘅婚事。系啦噃，咁一言为定噶啦。不过我要郑重声明，一定要等我功名成就。然后才成亲噶？点解啊？一个男子唔能够自立，娶咩老婆啊？又好，咁我拜神拜佛都望你早日飞黄腾达，如我所愿啊！仲下跪客，鬼叫佢勾引啊！楚云啊，冇你咁下流，
削我把口都几够辣啊！你仲帮住阿琼珠，你够帮住啲人客，我帮你就唔帮亲嘅，手指咬咗你真抵杀。咩抵杀啊？哦，咬咗都唔抵杀啊？咩抵杀啊？抵杀，我话抵杀啦，抵杀。有钱话唔抵杀。你哋有事嘈咩啊？因为阿施小姐想揾阿楚云，阿琼珠唔俾佢入去。啊，咁佢开口闹阿琼珠，我梗系唔抵得噶嘛。真系恶晒咩？你两位唔好嘈啦。锦平小姐，你嚟见我有咩要事呢？我有啲机密要事要同你讲嘅。既然有机密事，请入内堂啦。呢位李广仁兄，我想你同埋我哋一齐商量啫。我都有权参加。呢件事全仗你两位帮忙嘅。请请。请。我哋应该要敬主上先。
通了，你讲得啱。好，主上，我敬你一杯，等你饮完之后早遮耳忘掉啦。吓，你？呸！史鸿基，你欺君罔上，居然胆大口出狂言啊！前平珠已有白头之约，范大人待奏之主上，恕下官亦子之罪，未敢再定良言。下官亦知此事，不过史锦平对侯爷爱慕非常，痴心一片，何不待下官奏之圣上，大可以同钱小姐共侍一番。此乃主上圣谕，楚同僚又何必咁固执呢？
阵先，我嗰个嗰边 check 翻嚟。嗱，咁你快啲翻嚟咯噃，我 check 翻嚟 ，check 翻。放心啦，春宵你应交配合麻筋噶嘛，以后相亲，连你也负心，夫妻成事配共祝。饮性，我唔饮得噶噃，饮少少就醉噶啦噃。唔怕，今晚咁高兴，饮醉我服侍你啊！饮性，饮。饮埋呢杯啦，真系唔得咧！我已经饮咗两杯啦，我醉噶啦我。呢杯系我敬你嘅，咁都唔想面？咁饮，咁我听你话啦吓，饮饮啊！Thank you.
饮就饮少少就得，喝紧酒一定要饮性噶。咁我饮醉咗系点啊？我服侍你啦。好，饮性饮。仲饮啊？喝紧酒一定要饮两杯，成双成对啊嘛。高兴啫嘛，高兴啫嘛，兴啊嘛，兴咯！你个头就兴，仲翻入去？快快快快，快翻去啦！去啦！几个都唔争兴。商量，同我商量。君子不夺人所爱，我知情书是你心上人，我真爱感情，甘愿让情书与你偕行间。多谢多谢。但系要守秘密，因为欺君之罪会死人。天光之前就要离开，万不能多留一阵。哎呀，真系手足啊，手足啊，好兄弟啊，我多谢你，多谢你啊！
原来佢真系我妹凭娘嚟噶噃，我要认翻你先得。诶，咁谂落唔得噶噃。呢个如假包换是凭娘，本来相认就好应份噶，但系佢女扮男装，蒙风赠欺君最大，我丧三魂，此事宣扬应罪问，都要思量啊善法，免佢身受伤分啊。连到前面床子都老年人，更要凭娘来慰问。又要顾住阿妹条命，又要顾住阿妈个病，系啦，咁点解决呢？唔掂都要谂到佢掂噶。我益女成病，若然是她应该回来看下个老年人的，就是咁自奇呢，更冇理由她扮男人的，我想极都想不掂，她逆鸡而变都为乜原因呢？还有没有人对她有怀疑呢？除了大哥成班说她是红粉，我们先日就笑到她反晒面，被大哥还闹了我一身。你广忠厚，对待人做我的东床都最合衬，若果彩云是阿妹，就可以成就好冤盟，就想什么办法就去证明，妈你和我就想一想啦。咁啊，凭娘只右手臂有达朱砂痣为凭噶。咁啊，我拿过佢三袖嚟睇，佢一定系唔肯噃。你可以想法子啊！真系谂坏我魂魄人咯。大哥，哦，夫人，捉棋啊？系啊系啊，唉，我正围想揾呢两位。咩事啊？我好想请你两位今晚去我卸下饮啫。咩事啊？冇，我妈生日。哦，原来伯母寿辰咩？咁我哋梗要过府渡河先啦。又唔敢当。点解你冇通知班兄弟咩？我预备请晒佢哋嘅，但系佢哋去晒打猎喎。哦。楚云兄，咁啊带埋两位嫂夫人去嚟。都系唔带啦，我自己去高兴啲嘅。哦，咁啊。咁唔勉強，咁你兩位今晚請早啲到咯喎。好好好，翻嚟預備下先。好好好。嚇！阿張勇行，真係怕我，飲兩杯就醉咯喎。我哋再飲。好啦好啦，因為時候都有咁夜啦，我又要告辭。我坐雲帝。唔緊要啊，橫掂佢醉咗，咪喺我處留宿一夜。咁聽日醉醒啦，咁我哋使人送佢翻去咪得啦。哦，咁煩勞你照料佢，我先行告辭啦。應該。你兩個扶中勇猴去書房休息，預備心湯解酒。
人贤弟啊，不用相送，请回，请回，请请请请请请请。坐稳定。哦，这度醉得咁紧要，春梅。吓。请老夫人出嚟。啊。秋菊。啊。攞啲心汤出嚟。哦。坐稳定。钟永豪。真系有粒红字嘅，呢个梗系银亮。点啊，飞人阿妈？吓，你睇，右手有粒红字嘅。飞人啊，你都系行出去先。哦，等阿妈睇真下佢系咪女仔。好。飞人，你有嚟啦！飞人。真系彭娘嚟噶！哎呀，哎呀，咁就好咯。阿少爷啊，吓，心汤啊。哦，你翻住先。哦，俾佢饮啦嘛。彭娘。盼娘，盼娘，盼娘，我系你阿妈。盼娘，你仲认唔认得阿妈？我日挂夜望咗你成十年，而家才见得翻你。盼娘，盼娘，你真系咁忍心，仲唔认阿妈？你仲是人嚟嘅，阿妈，盼娘，妈，我哋今日重逢，系唔应该喊嘅，你起身啦。你仲唔叫声阿哥？哥，阿妹，唉，我真系唔。点解你要女扮男装？离开屋企成十年咁耐，你都唔翻嚟见下我，连个大佬你都唔认，点解呢？女儿不孝，累到慈母无心忧，少少离家习艺，早具壮志风孝。女扮命中千秋，都本应仍无回家，又怕欺君离罪咎。世成邪妇，请恕不孝罪有。啊，阿妹，呢件事非同小可噶，如果主上知道，实杀头嘅。哎呀，咁样点算呢？不如找马李广大哥，不是妹夫才啱啦。大家商量一下，阿妈你又去请教舅父，或者佢系当朝嘅宰相，佢一定有办法嚟解救噶嘛。好啦，咁我哋听日大家分头行事啦。好。吓、啊。难得多，难得嘴如泥，而下你夫
定必翻嚟。咁样我哋乜嘢掹散啊？我唔理咁多，你快啲同我揾翻佢翻嚟啊！不如我哋自己接佢翻嚟吧。喂，唔使，你方佢自己唔会翻嚟，你使乜咁猴急啫？唔好啫，我哋去接佢啫。你哋有事做咩？小哥，你问佢啦。坐运到而家都未翻嚟，点知佢带到去边度啊？佢仲未。哦，阿妈见佢今朝早做文陀陀，咪等佢休息多阵啦。你方佢唔会翻嚟？哦，系啦，佢就会翻嚟噶啦。你哋翻入去先啦。啊？三條件好，你換衫，我翻去話俾阿媽聽先。好。你隨便入去傾下啦喎，咁點好意思？自己人使乜咁好意思啫？我入去見阿媽先。哦，你隨便入去。
君望上，系噃？问一句未呀？分呢妻？若是君王降罪。忍见玉碎之沉，何忍见斩断连理枝？又幸你下冤我，咁自惨。从地府结乱呢王，只望六生圈马无恩情。文亮，你呢句说话都系多余嘅啫，只有今生，边知仲有来世至得噶？咁点呢？吓，公子，有啦，有啦。不如我哋海燕双飞，你罗网。唉，就算你哋双飞成飞翼，难保我满门抄斩你哋自刎案啊！而家舅父设计救贫娘，叫阿妈请求太后将情讲。夫人平身，谢太后。你何时进宫？不妨对哀家直讲。太后，求你念在我云家数代忠良，救我女儿一命。凌千金犯咗咩罪啊？因为佢贪恋功名，女扮男装，犯咗欺君之罪。你个女叫咩名啊？就是官拜中勇侯楚云啊。哦，乜佢系女人嚟嘅咩？系，佢个女名就系叫贫娘啊嘛。呢个奇女子救驾有功，值得原谅嘅。如果皇儿降罪佢，哀家为你帮忙系啦。谢太后。楚云参见千岁。哦，免礼免礼免礼。请问千岁，呼唤微臣，究竟有何事干呢？当然有啲紧要嘅说话同你讲啦。两旁退下也罢。从心事特意召兄你进宫，有何心事请言明。冇错，小王昨晚发了个风流梦啊。千岁爷，微臣是一介武夫，我不识长梦的噃。不是叫你长梦啊，我讲个梦俾你听啊，有个老啊善啊用，哇我姻缘啊天公已相送啊，我问佢我老婆咩人嚟啊，佢话花啊容与貌，一为巾帼恶英啊红，恭喜千岁得个好王妃啦。仲话佢做紧啊高阿冠封侯真威勇啊，女人做官咁奇嘅事都有嘅。系叫我实啊行
求佢跨拱成龙。谁家女儿好福分，不伴千岁在心中啊。一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你何必装傻扮懵呢？千岁出言应庄重，我是朝廷赐着刘恩那龙。哼，你痴红颠倒乱了朝安，望上欺君罪名重。奸诈若以小王孩白首，包你笑在街难落容容。那姑那姑那那姑那个家家千岁礼法全蒙灯火动，错云观是大英雄。千岁你若是轻薄全身，因怪微臣我眼中。你真系嬲佢，边嬲得靓嘅啫！千岁，既是如此无礼，微臣告退。明日两兄王上奏，睇住你英雄变作可怜虫啊。臣弟启奏兄王，我朝廷命官颠倒痴红，论国法应判以如何的罪状？应判欺君之罪，忠勇侯楚云女扮男装，请兴王治欺君之罪，以正朝纲。应无白衬，忠勇侯到底是女是男？你快把真情直讲主上。皇帝在，忠勇侯既是已娶娇妻，他一定是一个男儿汉呢。兴王，可传俾两位夫人上殿细问端详啊。该施臣，快些传旨，忠勇侯两位夫人上殿。传忠勇侯两位夫人朝见。同急雞都效了家
不保天一朝堂，国法难饶，你罪状。你真是女人来的？平身。胜利的属小王的关。
恨啊，你若然答应我要求，我恨兴王恕罪状。何以对云家历代的忠良啊，我想收她做干女儿，望王爷你信下母意，赐她无罪释放啊。侄儿谨遵儿旨，忠勇厚在云贫娘，孤王就恕你无罪，封为干御妹，谢过兴王不杀之恩，臣儿参见母后，愿母后圣寿无疆。臣望圣上赐公主与李广成婚。好啦，孤王就赐你一对璧人共偕鸳鸯榜，谢主隆恩。如此史锦平配翠文亮，谢主隆恩。相公，你与钱琼珠共结联盟，谢主隆恩。